这一讲呢，咱们看一下 term 查询和 terms 查询啊，该如何实现？来，首先呢，我们还是要创建这个 query builder 啊，然后咱们就叫 build 吧，build，然后用这个 query builders 啊，然后是 term 啊，直接用这个什么 term query 啊。来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查询这个，兴趣吧，啊，interests，兴趣这个字段当中啊，含有唱歌的，还有唱歌这个词条的是吧？OK，接下来呢，还是用这个什么 search response 啊，response，然后是 plant。点儿 prepare search 啊，然后指明什么？指明索引，然后指明我们的查询条件啊，set query 啊，就是上边这个 build，然后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这个，每一次啊查询几个文档啊，然后最后调用 get 方法。那么查询出来的结果在哪儿了？我们这个之前都用过了是吧？search hits 是吧？然后是 response 点 get hits，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编译就可以了。search hits，啊，咱们给它把每一个文档的内容呢，给它什么打印一下啊，输出一下。这个是 hate 写反了，OK，hate 点 get source 啊，as string，OK，是吧？这个应该大家都熟练了啊，主要就是这个方法 term query 啊，用于实现 term 查询的啊。那咱们查询的是这个 lab 三这个索引项，兴趣字段当中含有唱歌的，我们看一下有谁。来，这个还有唱歌是吧？这个是赵明，这个是张三儿啊。好的，那下面咱们继续看啊。下面看一下 terms 查询啊。这个 terms 查询呢，其实跟这个 term 查询就是什么，这个方法不一样，其他的都一样。所以说呢，我先把这个啊拿过来。点什么了？从这开始是吧？OK，我们只需要改一个方法，就是这儿是吧？把这个改成 terms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有个 terms query 是吧？好的，那在这 terms 就可以指定多个词条了是吧？比如说我们查询兴趣当中含有后边是可变参数是吧？那个兴趣当中还有唱歌的，或者还有什么旅游的，OK，就是这一块有区别，它可以指定多个词条，是吧？那行，咱们现在呢执行一下，含有唱歌或者是含有旅游的，是吧？你看一下，这个是含有旅游的，这个是含有唱歌的。OK，好的，那这个就是这个 term 查询和 terms 查询。好，那这一讲呢，咱们就讲到这里。